到怂哎、欸。对，所以我要批评指教你的看板。OK。优质合法。一定要强调一下。好，有了有了，有了吗？有了有了，开始了开始。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在干嘛？在吃饭吗？对， Hello? 我们现在正在吃饭。我们现在来到了花莲，坐火车来到了花莲，然后现在来到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家，在花莲的民宿。啊，他经营一间很厉害的民宿哦。这个扛棒啊，是一间你走进去，你经过你不会想要进去的扛棒。拍一下，拍一下。吃饱了吗？吃一半，吃一半。等一下给你看我们现在烤肉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讲这个民宿，这间民宿很可惜在于，如果是它的招牌可以漂亮一点的话，相信生意一定会很好。啊，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该改一下，不过民宿要改，招牌也不便宜啦。好啦。然后我们现在进去，它里面很漂亮。它其实，可是一旦绕进去看的话，发现里面的房间啊、环境啊，还有老板本身啊，是一个很老板本身是很特别的人，然后环境也非常棒，房间也非常好。来，老板正在烤那个烤肉给我们。我们叫老板叫小野。Hello， 小野。哎，小野。Hello。哎，小野现在正在要这种台湾雕，对不对？是。他现在要那个解剖。解剖台湾雕有来来来，技术超厉害。Hello， 希望你们已经吃饱了，不然看到这一幕，万恶，心情可能会不太好。哇，直接把它切开了，你看它不是用刀子哦。你只要来住这间民宿的话，小野至少几个人啊，他就可以帮你烤。八个人以上哦。只要八个人，你看你们是不是很爱团购揪团啊？两个人来还没办法吃到哦。哇，我从侧面拍一下这个。这个技术，两个人太少了。刚刚我们先吃了烤，就是烤猪肋排，然后还有汤阿给鸡底锅鸡筋。我大家看，哇，它是哇塞，用夹子跟夹子帮鸡锅皮。然后老板他也可以烤山猪给你吃，只是你要揪戴总就揪一个四十的，至少四十到六十了才吃得完一只猪这样子。烤全山猪哦，但是你要不好意思，四十到六十，老板讨厌浪费食物，不喜欢，不喜欢。看那个，哦，持续有人在问娇娇，我们不要谈那只猪了，好不好？这只猪在后面这里啊，它正在睡觉。它正在，来看一下，在这里啊，在这里、啊。还不该上了。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啦。娇娇，你们不是在找娇娇吗？在这里啊，剩这样啦、啊。好，满意了吧？它正在被白布盖上了，在这边啊，剩下的在这里。它现在有点紧张，在睡觉了，在睡觉了，在睡觉。我们不要打扰它。他其实喜欢落在里面的。到底是胶原蛋白还是胶胶？哦，胶原蛋白，所以叫胶胶。わかりました。哇，老板开始有人崇拜你了，说你这样处理鱼好强。这是去骨去刺了，去刺的部分。去刺，哇，你看，这不止剥皮，用夹子还可以去刺的。对啊，大概这样。请问这纯粹是懒惰还是技术好？纯粹是软然后这边呢会有烤过的盐，吃的时候会有点惊喜，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你吃的时候你会咬到，就是它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咬的时候又会咬到盐巴颗粒，那盐巴颗粒又烤过有碳香味，一咬爆唰所以就散开来了。哇、嗯、老板来马上来试试看、啊、马上试试，马上来试试看，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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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画面，哦，这画面，还好，直接夹到你嘴巴，手超好，嘴巴会比手那个啦，耐温，啊，对对对对对，像热热的东西进嘴巴都没关系啊，没、欸，我说鱼嘛，OK， 喂食秀，对啊，然后刚刚要说明一下哦，他那个小野在烤的。前面那个鱼呢？鱼的上面已经抹了一层盐巴了、嗯，对不对？鱼皮，鱼皮这次没人开动了哈，自己来了，自己来。
我们刚刚已经吃很多了，不要惹小野啊，讨厌人家怎样？他刚刚说吃这里的规矩是怎样？两种人不能离开，哪两种？一种是没吃饱的，嘿，另外一种嘞，没吃完的，没吃完的。所以你们想清楚哦，要来吃这里的烤肉，要想清楚哦。这是什么鱼？不好意思，粉丝发问，这是台湾鲷啊，有听过乌锅鱼吗？乌锅鱼最大大概就四指宽，然后。它是一个姓吴的跟姓郭的从泰国引进，然后引进的时候、啊的假的啊，对，真的是这个故事吗？姓吴跟姓郭引进、哦，然后引进了之后，引进了之后啊，台湾人因为它的生存能力太强了，嗯，然后可食的肉也很多，真的是比较不耐热，对，嘴巴反而可以，对对对，所以嘴巴对就尽量往嘴里放嘛，尽量往尽量子龙你口，子龙你口，你不容你口，这动作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的粉丝都是假的很强的，对，他们这群就是这群女人真的是原来可以这个样子，就是人这群人妻，对，他们喜欢听这种喜欢听重咸的，虽然现在才7:30，然后啊，台湾人自己改良了，把它改体型变大了。嗯，因为你也知道大家喜欢大的嘛，大家喜欢大的。哎、欸，你抓到这个节奏了，不错不错，节奏跟上了。然后我刚开始还以为直播是不能讲这种东西，可以我们直播的尺寸很宽，太坏了，正合我的胃口。然后就改到那个很大啊，原本从四指宽、改到我看过最大这么大哦，然后放到啤酒箱里面的时候，尾巴还会掉出来这样，啤酒箱那种大箱嘛，对。啊，所以改良后的吴锅鱼就是这种了，就叫台湾，就叫台湾鲷。跟大家讲一下小野他的特殊技能哈，他是一位猎人。哦，猎人是吧？是猎人，爱好大自然的，对，爱好。所以那个他随便路边都可以捡回来一大堆这些。你说你在家门口捡过什么？啊，来猎人，猎人一下那个哦，刚刚有人有啦，有眼睛比较好，有注意到这里，来来来，大家怕，天黑啊。基本上夜盲，真的、哦、那个来一桶。我们粉丝回应你啊，说大家尺度无上限。哇、哦，你有看到这个吗？有没有看到？哇，这就是猎人的功力。大概大自然都还蛮会听你，就是来介绍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他叫比较胖这一只叫麻油鸡，他这叫烧酒鸡、啊。他怎么训练的？那种训练哦，就是你平常跟他聊天嘛，对吧、啊？就像那个胶原蛋白，来教老板，你教一下胶原蛋白，看他会不会。他跟我目前没什么默契，这样。其实你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你的速度要慢一点点。来，胶原蛋白过来。他被绳子绑住了。对了，他是一只不受教的猪。他是一只没有用的猪。哇哇，你看。所以你只要来这个民宿，你们就可以玩鸡鸡哦。对。玩老板的大鸡鸡。啊，摸鸡鸡是20。老板的小鸡鸡吧。大鸡鸡，还被吐槽，什么话、啊？这鸡羽毛很漂亮，对不对？他们是这是台湾鸡吗？这是日本斗鸡。日本斗鸡，彼此会打架。啊，他们很喜欢打架。嗯，互相凶一下。可是又在一起，就是玩来玩去这样就对了。对，麻油鸡跟烧酒鸡，一只不见了，另外一只就很焦虑。真的哦，他们两只，我之后才发现，哎、欸，都是公的。哦，是哦。对，你讲话了，讲话了。所以他们平常晚上会睡在树上吗？不会，因为还是怕猫啊。哼，我们这边人家也放了猫，倒比较。哼，对，都是隔壁的。对，所以晚上会关起来。对，会关起来，他会自己回家、啊，然后就把它关，就要帮他锁上门。嗯，鸡照顾得很好，被称赞了。对，大家喜欢你取名字。老板平常会在家里。就是还会捡一些什么？你刚刚说你有捡到羊，是不是？捡到羊啊，羊是可以捡到乌龟啊，兔子，我还捡过猪哎、欸，捡过猪哦，直接跑到你家、啊？不是，他是那个一车卖那个猪的，他带活的猪啊，猪跳下来，嗯，对，他捡到了，他就变成我们晚上吃的，也是没有这样啦，对。哦，你的笑容，有时候直播是不太能说，不要讲那么多，不要讲那么多，好，我们私底下，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肋排，就是有可能是早上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刚开始我看到焦焦的时候还蛮兴奋的。老板其实一开始看到胶原蛋白的时候，胶原在紧张，不要紧张，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张。爵士鼓的布拉很安心。
放上来了，你放椅子上好了，我在弄吃的了。我们，喂、哦，哇，你看他自己会爬到老板头上。欸、所以只要有人问啦、啊，有人问啦、啊，只要来就可以，就可以每次都有鸡吗？这鸡会可以，你们会养多久？在我肚子饿之前都会活着。OK， 用储备粮食的概念在养。对，储备粮食，而且它是保存期限会拉很长。对，保存期限会拉很长。纪小新说叫你跟我们一起去环岛，我们粉丝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环岛？我跟你说，他的环岛行很酷哦。你们，我刚刚听说他有那个野外求生的，你可以解释一下野外求生的玩法怎么玩吗？基本上我们会比较用比较原始的方式拥抱大自然，嗯，包含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嗯，事实上我们在前年有带过一些艺人跟模特去参加一些天体营的活动，包含野溪温泉啊什么的，嗯，然后那再来还有那个像。求生哦，求生的它是假设四天好了，四天我们是都不带粮食，看到什么东西吃什么，然后训练自己的原始本能。所以如果说只剩蚯蚓，就吃蚯蚓。蚯蚓也有它比较特别的吃法哦。哦呦，蚯蚓就烤是不是还是怎样？嗯，其他料理方式蛮多的。真的哦。然后你要、哦、因为它像蚯蚓还有一些给不糖，有听过吗？有，独角仙的幼虫、哦，它的蛋白质是牛肉的四倍。嗯哦，对啊，然后那也要挖得到。当然还有野菜辨识啊，然后陷阱啊，嗯、然后抓鸡、抓羊、抓猪啊，嗯，然后做陷阱这些山里面都有吗？还是去偷隔壁邻居家？隔壁山里面都有了。哇哦，所以是来民宿这里报名哦。民宿这边对啊，来之前就要先报名了，因为那个还是要需要筹备的、啊，要筹备。然后教练的时间也要大家安排好，几个比较强的教练一起那个。嗯，哦、有经验的。我们经过联合国严格训练的教官团。哦，真的哦，真的 哦。这个你身上穿的这个就是吗？对，这是国际急救救难的那个单位。看一下，所以你有去311救难吗？311救难呢、哦？其实我参加的救难比较偏花东这一区，因为毕竟我这个店我是离不开这里。对。那如果可以支援的话，我都是支援花东这一条线的比较多。这边有需要有地震很频繁吗？还是会需要？其实我简单这样讲哈，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说吧。说啊。台湾，嗯，台湾是全世界溺毙率第二高的国家。溺毙率第二高，嗯、最不会游泳的台湾哦。可是台湾又那么美，然后又那么多地方很适合碰水、嗯，但是家长给小朋友的观念，水就不要碰就对了。对，我老婆也是这样啊，反而不是。对，我老婆就是这样子。你老婆也在看，很常见的家庭都这样，就是不是告诉小朋友认识水，而是你就离开他就好了。那反而小朋友他自己出去玩，有一天他长大了，18岁跟大学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像很多事情不太能讲，像木谷木雨，你猜看今年几？木谷木雨怎么样？刚刚车子开过去，不好意思。木谷木雨，你猜看今年几个？今年。就是阿群才刚经过那个地方啊，今年才去的啊，我不知道，今年好几个 哦，超过五个，是哦，木谷木鱼可以淹死，木谷木鱼呢？就很多，因为你看到他们就很奇怪，就一个小小的潭，对，然后你看到那个画面有没有？就是一个人拿着那个摄影机拍着自己同学，然后一直尖叫啊，怎么办？然后拍到他同学死了。所以说，从看到这种真的很生气。所以从小宁可从小开始裤子你随便一丢，或是不要，因为他们人很多，在岸上的人很多，手牵手下去，每个人喝一口就可以把所有人都拉上来了。嗯，都不会，全部不懂。嗯，我觉得教育这个需要教育了，需要教育了哈。我们的职责就是做这种事、欸。女生也可以报名这个吗？当然了，当然。而且这种东西是女孩子最特哎。台湾的调查结果是女孩子特别爱刺激，像我们有一个我们一个步道宽大概50公分，各位观众知道大概多宽吗？50公分，这样子、啊，这样吧，对，差不多就我两只鸡鸡这么大吧，101有多高你一只除以二，你一只鸡鸡大概是，有那么大？我乡民啊，乡民，全台湾之前最高，全世界最高的那建筑物叫101啊，你知道多高吗？400公尺吧，对，350。五百啊，原则上是518，440几，它有几个阶段的那个。然后我们有一个追路古道，在泰鲁阁，我常走那条线，它步道宽50公分，没有扶手，770几公尺高，比101还高。对，上去快高一倍半嘛。
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山脉群的山岚，嗯，女孩子报名特多，真的哦，而且尤其是求生营那种的，有没有？嗯，他们就觉得哇，我觉得是蛮酷的。还有像明天会体验到的，可以shake吗？有，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像明天会体验到的观众，你开过飞机吗？你只要来这里，你就可以开到飞机。哇，可以玩老板机机，早上又可以开飞机，对，男生还可以打，好，不讲了，不讲了。对，就是体验那种。哦，有人去过追鹿古道，张景是女孩子呢，对啊，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粉专没有男的、啊，有啦有啦，所以说有这个冲动的，赶快来好不好？来报名，不要害怕。现在老板还会讲他有带过什么样的活动这样子。我们总共有23项活动，我就全都要讲了。嗯、可以慢慢的，你刚刚里面还有什么那些球啊？你要介绍一下环境的时候，顺便可以这样，就是、嗯、碰到那个球啊、鞋子啊。我帮你一个可能要包你一栋的客人问说，请问可以包栋吗？我们包管的话，我们是包管还包栋，因为我们本身就有7人独栋跟8人独栋了。哦，有7人独栋，就像你们今天晚上入住7个人可以包一栋啊，对不对？对，你们就想等一下会介绍房间给你们看。好，好，不要急，不要急。对。也有那种可以偷情用的房间，对，带小狼狗来免费，老公电话给我就好。那就我去拿起来，不然它太干了。好，我们要放出去啊，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房间啊。好哦，哦，这怎么办？哎呀，汤太浓，居然这么好吃哎。对啊，没吃到，他们都不知道。啊，刚进来的客人又在问胶原蛋白了，胶原蛋白。现在变成晚上到就变成女生喽，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喽。这不是乱码二分之一吗？对，在这里。啊，介绍一下房间啦、啊，好吧？这我们刚刚吃的汤阿给，还有猪肋排，或者说老板烤的，所以只要有8个人以上，老板就可以烤鸡鸡给你吃。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哦。全部有几间房间、啊？木炭在下吧。全部哦。嗯。哦，总共11间。嗯，对，11间。然后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晚住的房间，是这里评价最好的，女性评价最好的独栋房子。为什么是女性？有人在问民宿的名字，民宿的名字叫香茂。请看那个贴文，贴文有 tag 他们的粉丝专页。乡下的乡，乡村的乡，容貌的貌。嗯嗯。为什么当初选这个名字啊？操，我们老板娘梦到的。OK。梦到，然后比那个大吉大吉大吉过，就这个。好，这是我们今晚住的7人独栋，七人独栋，它是大型的楼中楼。想包栋的话，你有7个人，凑满7个就可以包一栋。这是我们今晚住的，刚刚你们看到那个预告的就在这边。所以它有一厅嘛，两房是吧？两房两卫一厅，两房两卫。它这个阁楼上面，这边阁楼上面3人房，这边是4人房。哎，这里是楼下4人。你的讯号还好吗 ？OK， 好。哦，我连线速度不佳，我们赶快离开。OK。对，你们自己来。好，来自己在看，我这里速度变慢了。OK。然后楼小孩可以尽情奔跑，如果有小孩，其实老板是不建议住这里的。在这间对不对？对不对？等一下好，别住这一间了、啊，因为这间有楼梯啊。嗯，楼上有楼中楼。讯号卡住，赶快离开。讯号卡住。好，楼上还有一个楼中楼这样子。来，我站在这里往上拍啦，我在这边往上拍，所以他这里是这样，七人，没讯号。好，赶快离开。来个8人的、啊，可以在这边介绍这里，对不对？这是6人的哈。好，我恢复了。对，这是6人的，所以反而有小朋友啊，小孩的反而比较适合住这里，因为他就不怕滚下床了。对。如果刚刚那个七人的，它里面有楼梯啦，所以怕小朋友。楼梯。对。所以会比较危险一点。好，大家回来了吗？我讯号恢复正常了吗？有了吗？好，看到它这里是有楼梯，然后楼梯可以上去，这样是一个楼中楼的概念。然后这一间房间可以住到7个人，小孩最爱楼中楼，没错。可是你看那个楼梯，有时候会怕小朋友踩空，对不对？它一
拍厕所不行啦，我现在走到里面去，那个讯号就没了。我们在外面看就好。等一下有另一种厕所。等一下有，对对对。这个是六人房，六人，六人的可以睡，可以睡六人哦。对啊，里面可以睡到七人嘞。七人其实都可以啦。好。啊，对对对，小朋友很适合睡榻榻米那里。你看里面还有一个合适。OK OK， 有我讯号恢复。然后这四人你说打麻将用的是不是？对，哦，简单四人，大人比较喜欢这一间。对，因为这是我们这边比较，它可以放一些桌游。哦。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桌游。就打麻将嘛，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刚刚，请问一个人有房间可以住吗？一个人啊。老板露出腼腆的笑容。来啊，这个是最大的嘛，对不对？对，它是人数最多的，八人独栋。好、哦，等一下，我现在有大量的问题涌入，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一下。好，来，请问那个可以带狗吗？猪都带来了，等一下可以带狗吗？宠物其实我们配合宠物旅馆，它有包含宠物健检啊，还有一些美容等等的，但其实我们这边还是顾虑有一些他们可能皮肤容易比较过敏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期待、怕之后的游客就不敢住了，对，是不能入房的，不能入房的。好，隔音好吗？隔音好吗？怕小朋友吵到了，不是？目前吼来吼去，因为我们都是独栋型的，所以吼来吼去目前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带卡拉 OK 来就有点不太行。所以说两间之间还好了，声音不会干扰到隔壁，对不对？对对对。好 ，OK OK。好啊，一个人的我们等一下再来回答，一个人可不可以住？等一下会有一个人的房间给大家。对对对对对，好，这是你们最大间的哈。我看一下我进去会不会讯号断掉。好，目前还可以，缓慢的移动中。你看，这是八人，这个可以住八人。这里有几间厕所？这个一个，现在独栋有两个，这边一个而已。哦，可是还好，刚刚好公用淋浴间在这间的隔壁而已。对对。所以七人，刚刚七人的那个是有两间厕所，对，两房两卫一厅，它还有浴缸的。好，所以听到喽，七个人的那个七人独栋可以有两房两卫一厅，而且七人那一间呢、啊，我们住的那间最棒的那一间，是5600块嘛，对不对？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哦，这里可以睡到八人，里面有两间，我怕再深入讯号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远远的拍。这间八个人4800，比七个人的还便宜。对，你数学好吗？你的数学好，是乱开的。七人独栋是5600，6500，是平日假日啊？对，我们只有礼拜六是假日而已。啊，礼拜天不算假日啊？平日，礼拜天算平日，礼拜五礼拜天礼拜五嘞，礼拜五也算吧。所以假日一周的假日只有礼拜六。对。哦，所以其他天都是5600，刚刚那一间七人的都是5600，然后只有周六会变成6500。对，然后这个平常是4800跟多少？4800、5600。八人的话是4800、5600。可以看那边的灯吗？好啊，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的那个活动的鞋子啊。哦，对，你们现在那个老板现在还有推广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打工换宿。哦，打工换宿是目前台湾算蛮盛行的啊。那刚刚好我有开一个社团，媒合社团，对啊，有集合到58000人了。目前台湾大家还蛮在疯这个。对，你们这边也有几个，就是所以打工换宿，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来老板这边打工换宿，但老板很操的，操死你！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工作时间大概就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你知道玩比工作累，啊，我们又是也要活动性质，所以我们一直出去玩，然后回来又有很多基点的工作要做，所以基本上来这边。我们这边最高纪录有一个那个小帮手是台中来的，他来了14天，瘦了12公斤回去，所以是减肥喽，减肥打工换宿喽。我讲认真的，14天12公斤，14天12公斤呢、欸？对，哇，想心动了吗？我跟你讲，会有一堆人心动。跟你说，我老婆一直在针灸，花我那么多钱，直接叫她来这边打工。对，可是她应该每天打电话给你哭哦。打工换宿有年龄限制吗？打工换宿目前我的平台上面看到目前最年长大概82岁，82岁、wow ，所以 over 82岁你就放弃了，好不好？那82岁以下，8岁以上，他那个其实还是因为法规问题，原则上还是建议20岁以上。
二十岁以上。对，背包换宿风台湾可以在 Facebook 看看。哦，对，请搜寻背包换宿风台湾。OK OK， 大家听的都想来了。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大概为什么？就是换被单嘛。不一定，因为有些他本身他就是比较外向的，他可能就负责前台的销售啊、形象啊、销售形象上，然后销售形象还有一些。订单管理，你刚刚讲了三次销售形象，所以我有点累格，就是把它当花瓶用而已。没有，它其实还要包含建制很多东西。然后啊，那当然后台还有起哄赛折啊、品管啊、嗯，然后还有园艺整理啊等等的。哦，所以其实后台其实大家知道来这边就是轻轻松松的玩，可是人家在后面是辛辛苦苦的干，对不对？包含蛮多事情。很多事情要做，像这个就是基本的洗烘晒折的洗被单啊，然后晒啦、啊欸。你后面很多鞋子耶，那是干嘛的？哦，防滑鞋哦，防滑鞋它其实作用蛮多的，潜水啊、浮潜啊、跳海啊、溯溪啊。跳海啊？刚刚 有一个是跳海。跳海你们也会去？跳海去啊，跳海就是潮间带讲解，然后你可以抓到很多，比如说像再晚一点，你可以捡到海胆，里面都满满软。捡海胆？对，然后还有你会料理海胆。也可以带回来吃，海胆可以拌凉面啊，现成船就可以了。哇、wow, ，对啊，老板弄了很多就是野外求生野外求生的技巧，嗯，对，大概就比较爱。而且老板是联合国。等一下穿这个去抓虾子，对不对？哦，对，等一下我们夜间行程会去蝙蝠洞、水晶洞、钟乳石洞，然后还有赛德克巴莱的那个彩虹瀑布。等一下我们要去的下游抓虾、哦。好，我们赶快来换个地点，我的连线速度又不佳了。介绍一下两人房，刚刚有人在讲两人房。哦，双人房哦，双人房，我们先看第一间那个评价最安全的。评价卡住了，卡住了，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们继续往前。应该等一下就会回来。他等一下会回来。卡卡卡卡，我知道卡卡，不用讲了。门口就大概是一个小阳台的样子，那我们所有房间都在一楼，不用爬楼梯。所有的房间都在一楼，对。哎，恢复了吧？应该恢复正常了吧？恢复了吗？好，哦，白白白白又进来了，白白你不用上班是不是？佳安，有人你的员工又在上班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如果进去里面，谁先比较没那么害羞，就是洗澡的时候只看得到轮廓而已。哦，我就这个看到我看到了不该出现的，所以说这个适合。三人以上嘛，对不对？两对情侣，人越多越热闹，人越多越热闹，浴室是满的这样。好，也有适合情侣度假啦，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一间就恐怖了，这一间就恐怖了，这一间是我们最害羞的一间双人房，最害羞。稍等，带过会有半秒钟给你一个预告，半秒钟预告。好浪漫的房间，你确定吗？浪漫，来。好预告一下，这间其实是隔壁房的，对，隔壁另外一间的浴室，对不对？对，没错。这一间它是不是情侣住进来都变情侣了？哦。所以如果你有想要骗的哪一个男孩子带他来这一间，什么恋人未满，还什么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就是来住这里。这间电视架看到这里，他的电视架对。就是浴缸了，就是浴缸了。哦，来，那要到里面来看一下这个 view。所以说，老板在洗澡，我在看电视，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陪他洗澡。喵，你喵什么喵？喵，不准喵。开放式浴室吗？对对对，是开放式的，开放式的，完全开放。特地做这个弧形，哎，对，它不只有视觉，还有听觉。嗅觉，还有嗅觉的害羞成分。嗅觉就是说，当你在大便的时候，这样马上不浪漫了，马上就不浪漫了。哎呀，像这一间大概多少钱？这一间的话是好，2400，2800块钱，2400，两千四就可以骗回一个男人哦，就可以骗到一个男孩子。这间还蛮酷的，很不错哦，很不错，很有情趣。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极限运动大草坪。极限运动，对，我们在上面干过很多蠢事。等一下那些蠢事我们会放到留言里面，他们有很多，你们在玩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泡泡足球啊，泡泡沙板啊，泡泡足球，还有滑水道啊。大家知道泡泡足球吗？就是那个
这要怎么说啊？就是把人变成一颗足球嘛。对，然后弹来弹去，然后弹来弹去嘛，对不对？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然后老板是全台湾第二个玩泡泡足球的，对，老板定价佛心来的，还有更佛心的嘞，还有更佛心的。你们最便宜的好像在后面，对不对？双人房1600啊，对对，可以看一下你们最 CP 就是最 CP 值最高的吗？所以还有 CP 值最高的哦 ，T 粉最喜欢的 CP 值。就是我们的那个啦，最早期的木浆布啦，哦，老板的两只鸡来了，刚刚有看过吗？这两只，对啊，很漂亮的。这是小型的楼中楼，通常是年轻人的客群，他们超爱这一间。哦，老板觉得住宿比较特别的体验呢、啊。啊，哦哦，我跟你说，我跟小拉刚认识的时候啊，我们在台北的民权西路那边，那时候做电视购物的时候，他就租了一个像这样子，大概差不多9坪，加起来到9坪，加就是这么大。我们在里面干了9次，一天30小时里面干，就是年轻的时候啦。哦，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可能是30天9次，30天不到3次。没有人想到会忽然听到唤起了年轻时候的回忆。好，那你说那个80岁的谁啊，在哪边？是汉室里面哪一间？你知道我们这种做住宿的行业啊，你的生活是跟客人其实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时常碰到一些蛮玄的事，蛮特别的事了，像是，因为我看到那种80几岁的阿公，他在登记那个入房，嗯，然后登记入房了之后，一样是缴原价，然后结束了，我就看他车上下来一个大概就，很明显就不到20岁的女孩子，嗯，然后就，持续的18岁18禁的内容，继续讲，然后我不知道嘛，然后反正就住宿了之后，他们进了房。不到15分钟、就是住房，不是不到15分钟退房。Okay, 哦，所以来这里是偷情系列哦。所以如果你想跟80岁的阿公啊住，睡同一间床，一定要付80岁的阿公吗？一定要付80岁的阿公吗？奇怪，人体气球嘛，对，人体足球，哦，泡泡足球，对，刚刚好今天也收起来就对了。对，今天还整装，应该是放在仓库里的。对，所以来你们这边可以玩免费的泡泡足球吗？不行。这个困难度是在哪里？它其实要灌气还是怎样子？它不困难，你说玩法、啊。可是里面会不会很多汗臭味啊？我每次都会清洁，然后并且我们会弄干了之后，就像那个被套一样。哦、我们喜欢老板娘坚持喜欢给客人闻到有阳光的味道，嗯、所以我们都那个喜欢晒折，平常只要有太阳，我们就是用晒太阳的。哦，那在这边玩泡泡足球，另外附加的费用是、嗯、还是？还是一定他定价就是600块钱，那600块钱有包含600块，600块钱是一个人30分钟，一个人30分钟，对啊，那你一定要自己凑一团来咯，还是要几个人才能玩啊？最少8个人哦，最少八个人，就是两个人就来撞来撞去就对了，两个人撞在撞来撞去就有点空虚了。要讲一下这个鱼缸啊，哈，哦，也是刚弄好，对啊，我们进去房间里面好不好？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活动哦，大厅吗？对啊，哦，猪把自己缠住了。哎，教员，我先救一下他，我怕他窒息啊。娇娇，你还好吗？娇娇，不要挣扎，不要挣扎。来，交给你了，把他救出来。哦，这边是老板办公。西欧好，等一下我们要去钓，抓虾。夜抓虾装备。夜间抓虾。夜间抓虾。要去蝙蝠洞。这个应该就没有人数限制了吧？还是有？夜游抓虾我们会看性质。夜游抓虾我们总共有3种溪流可以选。嗯。我们可以抓到这么大只的虾。这么大只不是虾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大只不是虾了吧？在哪里？在哪里啊？这个、哦。你看我的手在这里。哎呦，真的哎。看到吗？哪裡那个手也太长了吧！哇！然后这是拉氏清溪蟹，台湾原生种最大只也最凶猛的螃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是露营的时候、求生的时候，你可以抓到很多大量，在秋天的时候你可以抓到大量的毛蟹。
嗯，就直接在现场烤来吃了。你也不能带出来，对，你可以只可以在里面料理。OK OK OK， 对，那个地点的关系了。你还会把人家丢进去？哦，对，就是你溯溪的部分嘛，就是像这是三个瀑布啊。你要是玩腻了，甚至有人不敢跳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搭飞机的方式，其实降落蛮快的。那他后来吓到尿出来了，在那边。感觉就是来这边被虐待的嘛，对不对？对。哦，你们还有那个拖曳伞啊，那个降落伞啊。对，我们有动力飞行伞跟无动力飞行伞。无动力飞行伞的话在林田山，林田山是我另外一个 partner， 他是那个曹教练，他的话是全台湾最高的定点跳伞的地点。哇哦，哇哦，有夜间捕鱼的活动，夜间插鱼的活动，就是等一下要去的吗？我们等一下是夜间打鱼的话，他说应当潜水的部分，潜水的话其实我们不太带客人，因为打鱼它风险性。Oh.我们可以打了无菜单料理，然后上岸了之后，打到什么吃什么。哦，但是就不让客人下去这样。对啊，除非他有跟我们考过一些 open water 过啦，再进阶潜水这样子。哦，要看，要非常看你的技术啦，不是说想来就来，对不对？对，要不然平常我们刚刚外面就是吃这个啦，就是刚刚教练就是烤肉的部分这样子。对。这个烤肉你有6到8人就可以提前预约啦，请那个小野帮你烤。专人代考，专人代考的服务，这边都是你们出去，这是在哪里啊？这个，这是赏金，它是蛮贴近大自然的活动，而且它带小朋友也蛮好参加。你看，其实你脚再用力一点就可以踢到海豚嘞。哦，千万不要这么做哦。对，就是很近，我就是形容很近的意思。对，所以小朋友多小就可以来这边玩呢、啊？小朋友，小朋友多小的年纪，想要给他什么样的？因为我看这里的震撼教育，这是大人的，这对了，虽然是矮矮的，可是对啊，矮矮的，可是那种野外求生，其实小朋友就可以来体验了，对不对？不行哦，年纪最小是。他小朋友来的话，我可以带他体验猎人学校哦，猎人学校酷哦，猎人学校他可以体验到，譬如说怎么样用。野外的植物做自己的汤匙，做自己的碗筷，然后无惧野炊。无惧野炊，对，用大自然的东西就可以来，就是放在石头上面，就可以煮一锅汤。煮汤比较难了吧？哦、煮汤怎么煮？对啊，煮汤要没有盐巴这些怎么？也没有盐巴，其实还蛮好采的，因为我们台湾有一种原生植物叫罗氏盐分木，它那一根树，它一直都在产盐。哦，不知道了、啊、这种东西很常见吗？很常见。而且还有，甚至还有鱼藤，你要是。夜游抓虾，只是我尽量不教客人这个，因为另外一个鱼藤就是，假设我抓虾技术就是不好，我看到那么多虾，我就抓不到。鱼藤一个植物在溪边，你拿来敲两下，放下去他们就晕倒了。哦，全部晕倒吗？然后直接让晕倒。你在下游的地方，你就要堆一个石头，堆一个大 V 字形，然后一个肉勺在那边接，它晕倒了之后，鱼啊虾就会流进去，然后流进去的时候，晕倒，对，然后拿起来，我们就撒一泡尿，或是撒一把盐，他们就全部起来了。啊？好神奇哦！那鱼藤的别名是叫就是电鱼用的东西吗？不是啊，电极棒嘛，对不对？它是一种植物。哦，哇，这东西很稀有、啊。天然的植物就可以把鱼跟虾都弄昏倒，就 对。啊，那要什么东西？是原住民吗？还是为什么这种东西？那我们都不是，我不是原住民啊，对。是哦。感觉好像老板有天体营吗？刚刚讲过有啊，老板有带过嘛，对不对？有带过，在前年带的比较多团。他是带模特兒，他没有啦，那个是那个不是模特兒不行哦、喔。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我只是想说啊，那就带自己朋友走一团，就他们就自己人介绍自己朋友就，都是介绍的，然后我也没有广告这个，对。哦，现在不小心被我们广告啊，你们都不准说出去啊，都不准说出去。大概这样。我跟小野怎么认识？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他如果有相同的兴趣啊。那现在目前倒缸中嘛，没有倒缸了，重整了，乱讲。我们都喜欢玩那个珊瑚，饲养珊瑚、啊，饲养珊瑚，然后终于要代言到自己的。没有嘛，珊瑚我一直没有、下次回海贼王直播一下我们珊瑚的。高雄对啊，回高雄可以、啊。还真的没有讲过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朋友阿全这样子，所以阿全一直叫我要来这边找最会玩花莲的小野。对，来介绍给大家。来花莲不知道，你看住宿又便宜，大家说怎么那么便宜？不知道，对不对？对啊，然后啊，对你还有准备一桶东西给我们，就有人说这个超好玩的，这个是真的是小心哦哦哦，那我们沿路要脱了吗？哦，来两位准备上场哦。
有人问说是不是六鸟相似，不是啦。没关系啊，就在那边就好。等一下也会出现跟六鸟差不多的。你们自己在留言纠团的是不是？我看到有人在说什么阿姨。往底下拉不要漏梗了。哦。怎么啦？火的部分可以。衣服裤子脱掉哦。我丢了，丢了。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是不是？哦，哇，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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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哇，这是我们野溪，有时候时常我们用海水，但这次我们就下天然海盐而已。然后等一下会做几个天然的测试，简单的测试。嗯，然后我们现在的主题叫水煮老板。水煮老板是不是？啊，哎、你全脱了，谁叫你全脱啊？两位水温 OK 吗？可以。谁叫你全脱啊？我修啦，这下面好烫哦。哎、那个，给我一些冷水好不好？来，小心惨叫。什么什么？为什么叫这个？要下这个。哦。哦，原来下面有垫着哦。好，可以。哦，有，踩在上面就好多了。哦。啊，裤子。哦，裤子哦。裤子，裤子。来救一下，救一下。哦。哎呀，还有另外一个。水温还可以吗？水温还可以吗？啊？水温是舒服的。水温还可以哦。水温是舒服的。只是那个脚下面要垫那个石头，不然你真的会很超烫的。是。超烫的、啊。你那一包是什么？这一包是有机农药，有机农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来，你来煮一饼去吧。来，这个，这盐巴是吧？对。啊，加这个盐巴可以干嘛？等下你就知道它神奇的效果。也太多了吧？哦。有放一颗石头了吗？这温度我觉得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啦，可以啦，觉得我会熟，可以啦。为什么穿裤子？啊，为什么穿裤子？脱啦！啊，超烫的，脱啦，脱啦！啊，来，里面留言，大家希望小周脱吗？啊，想要小周脱的，请给他一个爱心好吗？爱心啊！啊，超烫的，超烫的！啊，小周不耐热。哦、啊，我洗澡都用啊。爱心出来了吗？还没。爱心没有人想看小周脱。他会延迟。Emily 说小周也脱，脱电啊！我一堆爱心，一堆爱心。爱心还出来都有点那个啦。哎，脱了啦，不然你至少在里面脱吧。啊。可以念最。脱什么脱？没有啦，那个属性不同啦，属性不同了。他走文青路线。我是那个对啊。脱下来抽你的裤子。啊？什么？脱下来穿什么裤子？抽你的裤子。哦，抽你的裤子啊！你说从里面脱是不是？对，最好你这样有办法脱。这样子有办法，可是我觉得一脱我的屁股不行啊。啊，我觉得我的肉现在有点好吃哎，對對對，是盐巴的效果，对不对？开始慢慢熟，脸红了差不多了。對對對，来，老板，小周脱。小周脱。老板，那个没有那个角色个性不一样，刚好这次、啊。我用这样来访问一下你啊，哈，就是说经营民宿的困难在哪里，好不好？最近呢、啊？对，你可不可以讲快一点？我快要熟了。有那么烫吗？还好吧，还好吧。有比我烫吗？你再忍一下，我皮比较嫩。适应了，我皮比较嫩嘛。现在还没熟到脚了、欸。你好像比我还烫哎、欸，你摸看。对啊，是不是故意的？你摸我的。对啊，为什么？他的比我还烫。为什么？他的是比我還。对啊，是稍微烫个。十几度左右啊，就两度而已，还好了，还好、啊、皮肤都红，来聊一下你的那个民宿最近经营的那个，因为我发现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嘛，对啊，平日啊，而且现在是淡季又是平日，而且现在又是比较特别，像我本身也是花莲民宿协会的理监事，他所以知道很多一些比较对啦，比较大家都比较痛苦的东西，比较常在交流嘛，对，然后像最近全台观光业瓶颈啊，就是。陆客缩减，这实际上就像你刚问我的，关你什么事？你又没接陆客、啊，关你屁事？对啊，对啊。我是不接陆客，但是像很多像花莲的五星级饭店啊，对，他们也有，像他们有些晚餐哈、喔，原价就是，900多块钱的晚餐，嗯，然后他们玩到后面就变得没有陆客啦，那他们很多一些像是像花莲合法不合法的民宿4000多间，对，嗯，很夸张的数字，全台湾最多，所以标。字面上2000，实际上
花莲民宿合法就2000间的，全台最多。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些本身就是他们旅行社自己有一条龙在接那个陆客，对，那他们有些是没有，他们没有陆客了怎么办？他们必须要面临转型，或者是倒闭，那当然大家要先转型嘛，对。那饭店因为它的成本也是很重，所以它可能就像那个五星级饭店卖的一样，就是销价，你住宿送你高雄来回机票，你再送一晚。你还是不要讲那一间好了，不然你大家要去找那一间在哪里？再送晚餐，再送早餐，那是别人行一点啊。然后你比民宿还便宜这样子，夸张，就很恐怖啊。所以说，过去依靠那个陆客团为生的饭店业者，现在因为陆客不来了，所以他们就会销价，然后就直接影响，不是间接了，是直接就影响到本地其他民宿本来是在做台湾当地的客人的。而且事实上，根据好像全台湾所有人1/6的薪水是靠大陆人发的，6/1，所以大家其实都是间接收入。像花莲的，你不要说夜市全中，然后酒水大陆人不买酒水的啊，但是台湾人我们赚到钱了，我们也是招待自己员工出去，酒水也全中，都很惨，然后各行各业都开始慢慢的，有影响这样子，对，只是说我们会是第一波了，所以说我们才特地来民宿这边介绍这一间民宿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来花莲，不知道去哪里玩。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特色啊，其实除了房间刚刚你们看到真的很棒以外，重点是他的活动啦。晚上我们会去那地方，应该可能没有讯号，不过我们会拍很多漂亮的照片或影片跟影片来画面，野生动物。对，然后如果你们也想要体验这个铁桶的话，一定要全裸才能够进来哦。像我这样子，按那大餐，按那不行。对，这样子不行。体验粉丝提问说，体验这一个，因为那一包盐也不少钱呐、啊。体验这个东西要额外付多少？600。这个通常是加调酒、哦。那我们总共有、啊、什么意思？加调酒。加调酒，我们总共会有6款调酒。而且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也差不多了。你眼睛到水里面张开眼睛是很舒服的。真的吗？真的吗？你有没有加盐巴？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眼睛张开是不是？你到睡眠眼睛呢？你会异常的，你会很异常的舒服。等一下，我等一下要去那个随便啦、啊，试试看嘛。好 ，OK。老板抱着被骗的心情，我就没办法，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不会痛哦。你现在讲话听得到？不会痛，他已经起不来了，完了 ，CP 啊。啊，不会痛啊，很舒服。啊、为什么这样？很棒哦。我第一次眼睛张开，而且等一下，你继续讲，我很舒服，还要继续提。而且重点是你等一下泡完了之后，你起来你皮肤会变超好的，很骨溜，很紧致，很弹。啊，这样你说再敷、啊？我这样子会烤到面膜的那个？不会啊，我们应该加一些精华液哈，我们雪藻乳装在里面，我们就泡在精，我们一直想要玩一个梗，就是把全部的精华液倒在里面，然后请大家来分来享受这样。可是又觉得那个画面有点恶，有点那个，应该是、是一个人泡还是很多人连续泡一桶？对啊，哇，真是舒服。等一下这个真的要留着，我们回来可以那个。对，回来，而且等一下我们会经过3个瀑布。对，哇，然后全身会湿，而且等一下回来之后非常非常冷。对，那可以不要去吗？当然啦、啊，当然不行啦、啊，我已经准备好。哇，我好喜欢老板、啊，也多带一些御寒的衣服这样子。好，那所以这间民宿我们有在粉丝专页里面 tag 喽，然后所以请香茂，就是一间很怂的扛棒，经过你绝对不会想要进来的，可是里面真的很棒。对，老板真的很会玩。对，这里应该是他们就是说朋友公认他是最会玩花莲的达人这样子。铁桶一次可以几个？一次可以几个？顶多一个而已啦。这个、哦、对，这真的顶多一个。正常来说啦，因为是今天有特别提到说比较不耐寒，要不然其实这个我们是塞满冰块的。哦，真的。然后这个是只有这个是水煮的，红色是水煮，哦、蓝色对，蓝色是冰块。然后你泡完这个，你再泡这个一样都有盐哦。你泡完这个再泡这个，你会觉得稍微松了。你再泡这个全身麻掉，但再泡这个。因为其实我们学了运动的伤害啊，这没收起来吗？有人想看小野夫学长，夫学长是什么？学长，我们的学长面膜啦。明天锁定我们明天的直播。明天啦，明天我们早上还有另一种玩法，什么？这个叫滑什么？哦，丛林滑降。丛林滑降，早上我们会去玩丛林滑降。因为冬季的活动会比较少，就不太能碰水。对，所以我们玩森林的这样。明天锁定我们的直播。
OK， 刚刚粉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老板可以站起来拍照吗？不行，我现在爱洗羽毛。主要那个40岁过后哈，肌肉都会下垂，这是人体的自然现象。要不然你相信那个小黄以前那个是26腰吗？好 ，OK，、oh, OK。好，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要不然等一下来不及回来，因为明天早上还有很多行程。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啊，对啊，拜拜之前我们要预告那个。预告，对对对，12月10号。你讲 Booking 的那个。12月10号，我们在 Booking 有那个 Welcome Home Party。然后等一下详细的报名办法会在5分钟、10分钟之后就会在粉丝专页上上传了。对啊 ，Amy， 你应该写好了吧？是吧？对，我好，记得仔细看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我们会挑选优先挑选，就是你们最近常在看直播常跟我们互动的，像是 Amber 啊，像是 Betty 郭啊，黄淑华啦这些，我们都会希望你们可以来参加在 Booking， 因为它有特别优惠的价格。在那个时候出现，然后如果你们觉得之前的预购主要等很久的话，在那边有现货哦，然后还有一些小惊喜，很多礼物，对，只有限量的，只有我们大概抓70份而已，所以就是说，等一下记得上去抢票，也不用抢啦，你上去留言，然后我们还是会挑选那个互动数最高的，就是最铁的这些人这样子。塔库米，你也可以来啊，你很爱留言啊，虽然你之前跟李代枭雄很好，可是我原谅你。你放感情了，是不是刚刚喝多了？好，没事。OK， 好，就这样子哦。好，拜拜拜。